平安。阿门。我们再把圣经打到彼得前书。第五章。第二节。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来交通仆人比喻。彼得在这里说甘心服侍人，是不是啊？这七是甘心服侍人。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做众人的仆人，是不是啊？保罗在这里说我要做众人的仆人，彼得在这里说甘心服侍人，不是出于勉强的，心里要勉强服侍，本来心里不愿意服侍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被别人推上去的，或者像捉老婆过去那捉壮丁一样捉来的，不心甘不情愿的，这都不能做神的仆人。真正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是捉来的，是自己自发从心里头愿意服侍人的，不仅仅我要跟从主，完全服侍主，要服侍人，服侍神的教会，这是主的仆人。所以这里边说勿要在你们中间，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出于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甘心乐意，是不是啊？是甘心服侍，乐意服侍。有一群人是处于贪财，是不是啊？有一群人是处于什么呢？贪财。还有一群人处于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勉强，是不是啊？在这里勉强，是不是啊？勉强。什么叫勉强？逼着的。有人在后边用枪逼着他，你去没干？你不去干，杀了你。他不得已的就去干了，干完了自己心不甘情不愿的干了。在神的家里没有勉强的，谁被勉强的，那么谁就不可能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定不是勉强的，对，一定是被圣灵感动的。圣灵立我们做全程的监督，圣灵立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要想甘心，一定不是自己，不是被别人枪逼的，也不是用一种威吓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凡贪财上去的，有利可图，是不是啊？凡有利可图的，想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仆人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。有目的的，是不是啊？上教会里有目的，抱着目的上教会里去服侍主的这一群人，他见到人并不服侍人，他目的是为什么？贪财。贪财，是不是啊？贪财贪利的人到教会处有利可图的，想占高位的，想享受王的，这群人到教会里来，他都不能当一个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也不会明白的折腾着。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贪财，我也不是勉强，我乃是处于甘心，也是处于乐意的。这是彼得在这里说。我们看保罗是怎么说的，我们看第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。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十九节，保罗在这里说到我情愿做众人的仆人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是不是啊？也没有人勉强他。彼得在这里说没有人勉强，保罗在这里照样也是说甘心乐意的。做神的工作不是没有甘心乐意的心是没办法做的，
那要甘心，一定是基督在我里面做主的，是不是啊？基督若不在我心里做主，我自己做主一定不甘心的。前面做，后面就是后悔了，做完马上就后悔，是不是啊？无论做什么，做完就后悔，这等人不是从神来的。十九节找的慢，我随时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下的人，我就做律法下的人。说我虽不在律法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背景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有这种背景的。这种背景是在什么情况下呢？就是教会在什么情况下，律法和恩典的交接处，就这个交接处，律法和恩典的交接处。保罗巴勒的心智好不好？好啊。当他最后得律法下的人，要做律法下人去得律法下人，得没得着？没得着。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心智好，但是他做要做律法以下的人，最后没得着律法以下的人，因为上帝差遣他管，不是对律法以下的人传道的，乃是对律法以外的人传道的，那就是外邦人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最后呢，他就真的做律法以下的人，真的没得着，不做律法以下的人才能得着。我们跟他分别了才能得着他，我们若做律法以下人就不能得着他。在这里主要他们有一个心智，就想做众人的仆人，是不是啊？服侍人的。所以他说我是甘心乐意做众人的仆人，没有人强逼我，我愿意的，为主的缘故我愿意的。好，咱们再看耶稣是怎样，耶稣是怎样。我们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22:24，耶稣是怎样？这里面彼得说我是处于甘心的，我是处于乐意的。保罗在这里说我是处于甘心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是无条件的做什么呢？是做服侍人的呢，还是做被人服侍的呢？找到没有？第24节，耶稣为新约圣经98页，新约圣经98页，第22:24，我来读，弟兄姊妹来看。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主啊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下来坐席的呢，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呢吗？是下面说不是坐席的吗？这是问话，是不是啊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侍人的。耶稣在这里头他提到了自己是被人服侍的还是服侍人的。他说人子来不是叫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的。这么尊贵，这么高尚，这么伟大，这么有能力，这么有权柄，一位救主来到我们中间了，要做什么？服侍人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他不是被人服侍，要做服侍人的，要做什么？小的，他做小的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，所有人都做小的，不要做大的。他抢，他不去抢头去，他做尾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他不是高抬自己，乃是卑微自己。在腓立比书的第2章里提到了，基督从天上降卑自己，是不是啊？
把自己缩小缩小缩小到什么程度，成为一个婴孩来到人间了。谁叫的？他听了谁的旨意啊？神听天父的旨意，说做小的，做服侍人的。保罗说宁可做众人的什么？仆人。要做服侍人的，要做仆人，要做小的。这是什么？仆人不是在摆老资格，仆人不是来找别人来服侍的，仆人乃是要来干什么？服侍人的。真正一个服侍人的仆人才能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没有自己里边没有自己的私意，没有打算，是被圣灵大大的充满的，对不对？他被上帝的恩高高的，这样的仆人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，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被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事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好，咱们再看啊，当时耶稣基督马上要死了，是不是啊？在逾越节的晚餐，他当时很伤心的，很悲哀的，也很紧张的，也很无奈的，父神掩面不顾他了，他马上就要被卖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门徒都跑了，是不是啊？门徒不管他了，他提前就知道这件事要发生，所以提前就逾越节的筵席就开始进行掰饼吃晚餐，是不是呢？这时候门徒吃完晚餐了，没管那事儿，开始咱们议论来。你说天父，你说咱们到底哪个最大？你说吧，哪个最大？是我最大，是你最大？你说这些门徒，用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说懂不懂事儿吧？不懂事。耶稣马上要死了，都约结晚餐都跟他分了，意思我要死了，我要被出卖，我要被祭司长和文士交给比拉多，我马上要被杀害了。这件事你们个人要预备什么呢？没有刀子，卖掉披风买刀子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嘱咐咱们。是啊，是。这门徒像没事似的，来，你说咱们谁大的天国的，你说谁说的最算啊？谁做的味儿最高？有没有生命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懂不懂主耶稣基督的心？没有，不懂。耶稣现在是到了什么程度了？他们还论谁大？假如要是我们呢，我们会不会论天国的谁最大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了圣灵，那时候耶稣没上十字架，他们心里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在哪里活着？在肉体里活，在肉体里活着，肯定是来比你看谁大了。那我传道，我传播，我是老大，耶稣基督这拣选我，我是大门徒，我是大使徒，所以天父一定我是大的。那样不对，你不是最大的。你彼得，你哪能是最大的？你经常说血气话，我是最大的。干什么呢？打嘴仗，是不是？是。都在争论。天国谁最大？是争来的还是主给的？主给的。你看这群人就争起来。耶稣讲，你要想做最大的，先做最小的。你要想做主人，将来做主人，先做仆人。先做仆人就是服侍人的，当然做仆人不是什么我天天做罪奴，是不是啊？肯定不是罪奴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要做罪奴是不是仆人？是不是主要的仆人？不是。是不是忠心仆人？不是。是不是有见识的仆人？不是。肯定不是忠心，也不是有见识的仆人。嗯。主说你们要卑微下来，先做服侍人的，这也表明神看中了我们，要使用我们，接着我们去服侍许多人，叫我们在天上得最大的奖赏，是不是？是。很多人在地上，我就想占高位，我不想做最小的，我想叫别人服侍我，我想当一个有阔气的、有派头的一个大老板，或者是山大王，是不是？是。山大王胡子头，大伙都管我叫老大。
是不是啊？是。或者大当家的就排行大当家、二当家、三当家排上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过去三代王是排行最大的一个管，整个的三代里他说最算的那叫什么？大当家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老二叫什么？二当家。老三叫什么？三当家。他们以为耶稣招他们要当三代王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在地上就盘算了什么？天国的谁最大？耶稣马上要死了，他盘算。耶稣马上要为人类的罪刮风多少？耶稣要受苦，要受鞭打，要戴荆棘的冠冕，要为全人类的缘故受苦。他们现在在干什么？争啊，争啊！耶稣说，外邦有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所以他别人称他们为恩主，你们中间可不要这样啊！你们中间没有主，是不是啊？咱们中间有没有主？有。人是不是主？啊，我们中间谁是主？除了耶稣，再没有主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老师？没有。除了耶稣基督，再没有老师的。对。我们中间有没有神？有神。有神是不是我们？不是。不是。现在你不要先做主，也不要先抢头，也不要先争谁大小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你争的没有让的有余呀、啊。是不是啊？是。天主的奥秘就是你先小后大，们先降卑后升高，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先服侍人，后被人服侍。天国跟这个地上不一样，地上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，谁拳头硬谁就老大。天国里不是这样，地上是谁硬谁说了算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谁有势力，谁有钱，谁就是爹，是不是啊？谁就爷，谁没有钱呢？谁就三孙子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地上，在天上耶稣告诉你不要争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权柄是你争来的，你可不要像外邦人，用君王来管束他们，对不对啊？你中间呢，那个做领袖的，愿意做领袖的要像什么？要像什么？你看这句话啊。谁为大的先说什么？你们中间，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。年幼的是不是小孩？嗯，是。为大的是吧？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是谁为大？是坐下来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哪个最大？不是坐席的吗？伟大吗？耶稣在这里说个反话，不是坐席的伟大吗？坐席的都成伟大，但我在你们中间是什么？服侍人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在你中间是服侍人的，那这就说明他说什么？你们先要服侍人，不要被人服侍。保罗也这样说，服侍人的就是什么？仆人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今天做饭那个是什么？不是人的。扎那围裙那个是谁？你们不是人的，不是人那个那是被人服侍还是服侍人的？不是人。这人得的奖赏要大，是不是？现在上帝先不要让你跳头，你做别人家言行，别做手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到这个教会中间不要抢头，抢头那个人傻瓜一个。是。做手那人叫人让你上那边待着，要比你更尊贵，那是一个最傻瓜一个，是不是？是最愚昧无知一个人，在教会中间抢头，我老大，是不是？你们都老最小的老九，我是什么老大，都得听我的，对不对呢？对不是你争来的，是。是不是？耶稣基督说：“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侍人的。”你看这句话，看清楚了吗？他说：“不是坐下进餐，谁伟大？不坐下进餐的吗？”然而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侍人的，把谁先大了？服侍人的。其实耶稣说这话是反话，只有服侍人的才是最大的。你们坐下进餐的吗？进餐就是坐席的，是不是？是吃饭的。
是不是啊？你们叫哈万的，是不是啊？谁最大？哈饭的最大呢？还是服侍人的，是在那做饭的最大？做饭的。你不要给哈饭的最大，做吃饭的的确是好，但那那做饭的比那哈饭的还要什么？耶稣大不大？好大。耶稣大，天国里除了天父以外就是耶稣了，再也没有能大过他的。对，耶稣说我父比我是大的，是就这么说的，在约翰福音就这么说的，也我父是比我大的，你信吗？信。你要做服侍人的，将来你就要在天国里升大的，你要总想方设法我要抢个大的，你将来一定是那个最小最小的一个。嗯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很多人傻呀，缺心眼，脑袋少尖儿，总想在教会里抢头，是不是啊？总想我说了算，我想叫许多弟兄姊妹围着我转。这教会你要是这样做，你早晚有一天，上帝要把你扒拉下去。一扒拉下去，你摔的就够重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抢你爬上去越高，你最爬上去的，最后主一扒拉你，扒个掉下来摔成点了，是不是啊？摔成柿子饼了，对不对呀？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怎样啊？要怎样在基督耶稣里成为小的，不在亚当里成为大的？你看你在哪里，哪里就产生不同的果效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有一个前面是什么？在亚当里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亚当吗？还有在基督里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这是基督里啊。亚当是大人是小孩？大人。基督是大人是小孩？小孩。亚当是被造的，是被生的？被造的。这是被造的啊。基督是被造的，是被生的？被生的。有许多人说基督是被造的，纯是在那胡。是吧？胡言乱语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基督永远不是被造的，乃是被生的。基督永远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。亚当是奴仆啊，还是儿子？奴仆。基督是奴仆啊，还是儿子？儿子。好，咱们现在就要比一下啊、哦。亚当是大的，我要住在他里边，一定想大，我也一定想自高自大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基督是小的，我要住在他里边，一定要把自己缩小了。嗯，对，是不是？是。基督小，我住在他里边，我也变小了。亚当大，住在亚当里，一定是要变大的。所以在教会里，凡住在肉体、住在亚当，都想抢头，属血气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奴仆，他总想做大的，这个就是奴仆。奴仆总想做大的。那亚当里，亚当是被造的，我住在亚当里，一定是被造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基督是被生的，我住在基督耶稣里边，一定是被生的。听不听明白？明白。基督是儿子，我住在儿子里边，一定是儿子。亚当是奴仆，我住在亚当里，一定是奴仆。对对。所以教会你不惜最后你会分析一下，谁在亚当里，谁在基督里，你可以分析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奴仆。是什么人？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？奴仆。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表明他是罪奴，是属血气的，不属灵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这伙人还愿意在教会中抢头呢，说了算呢，黑暗掌权呢，他还掌控着教会，掌控着弟兄姊妹的命运呢。他说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，是不是？他不让你这样你就不这样，他让你那样，你就那样，所以受奴仆的管制。你是被儿子管束，被基督管理啊，还是被奴仆管理？住在亚当里被奴仆管理。你是被义约束啊，还是被罪约束？被义。你看到这个很关键的，被罪约束，你就是什么？奴仆。被义约束，你就是什么？儿子。住在基督耶稣里边，你就变小了。住在亚当里你就变大了，住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是被生的，
住在亚当里，你就是被造的。对，显不显明？显明了，就已经显明了。你看谁是奴仆，这个不用你故意去考察考察，你一他一在你面前一表露，就把这件事表露出来。是奴仆在哪里？对，就是。是儿子在哪里？义父义母里。对不对？对对。你可以去考察一下，你可以去问问，你问问他到底是儿子是奴仆。奴仆还要在教会中间抢头，你那儿子是卑微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被生的都是卑微的。卑微，微是微小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是是啊，微小，那一位微小的，在旧约说耶稣基督是微小的，是不是？是是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找这里个奴仆愿意在哪里享受呢？在肉体里享受什么？儿子呢，在地上不享受丰盛，乃是在耶稣基督是享受啊，是贫穷啊，贫穷啊，贫穷。你看，你可以看出来，追求在地上追求什么？丰富的，一定是奴才，一定是奴才。奴才还想追求丰盛，那个皇帝他不用追求。仿佛皇帝要下到下边的时候，他都很卑微的，都把自己，你不信你看，乾隆下江南，还有很多的皇上下去的，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，包括康熙帝，是不是啊？是，都是下去的，都把自己打扮成百姓，跟百姓一模一样的。那太监，他总想做大的。是不是啊？他总想有，他为什么想有？他宁可把自己阉割了，他愿意享受荣华富贵。阉割我吧，我为了在享受什么？富，只要别人说你很棒，你在皇帝手下，虚荣心特别强。只要说你在皇帝下你是很棒的，除了皇帝说话，除了皇帝和皇后说话，就是你了。他希望有个名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太监宁可一辈不留种，一辈不生孩子，你不要儿女，他把自己阉割了，他也愿做什么？他也愿做什么？做棒做大人。啊，做大人，叫别人夸他，其实他是个什么？奴才，是不是啊？奴才。他那个料就是奴才料，这一辈子就一命之祸了，属骡子的，是不是啊？一辈子完了，骡子。一辈不下崽，你信不信？是。啊，骡子一辈不下崽，你信不信呢？信。骡子是什么？啊？骡子是个什么东西？是马和。马和驴交配出来叫骡子，是不是？骡子这一辈子完了，就只能使用使用就完事。哎，这些人还是奴才，还想着。抬高自己，是不是？巴不得到众人面前，他显他嗓音都变了，他不是男人的嗓音了，是不是？他的嗓音是什么嗓音呢？你说男不是男，你说女不是女，完了最后把综合起来是狗男女，是不是？狗男女说话是什么样？怎么说呢？啊？皇帝说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”是不是啊？是。说话声音变不变？因为他已经被阉割了，他说话就是那个声音了。但到众人面前了，还说别人你这个狗奴才。到皇帝面前，是他俩一唱京戏的，都查是不是啊？扎这。皇帝费劲了，是不是？他在皇帝下，目的是讨皇帝喜欢，为了得什么？得丰富，得荣华，得富贵，是不是啊？有许多的钱，他家里有许多钱，但家里是一命之祸，就这一个，他完事了也就完事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要临时的什么？临时的丰富。今天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的
的奴仆，是不是？不是真奴仆，是自取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愿意做，心甘情愿的，被圣灵感动的，他卑微下来的，他不是真奴才，这是真奴才，真奴才真想做奴仆。教会中间凡想抓钱的，我告诉你就那太监；凡想在教会中间抓钱的，就那太监。就哪个太监？就北京中央电视台那和森，就那太监，是不是啊？最后结果都没有好下场，太监哪有个好下场的啊？活活被杀了啊，活活会被阉割了，这一生没有男人的那个气魄了，男人所有的他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就想得点丰盛，临时的在别人眼前能抬起头就完事了。我得个丰富就完事儿了，就是临时的，在哪里？在家。所以，凡在教会中间愿抢头抢忙的，都是什么？奴仆才。凡在教会里追求地上荣华富贵的，都是什么？奴仆。你记住，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没有追求荣华富贵。嗯。啊，上香港不是这一次港澳台那些人都夸自己。感谢神，丰富了，有钱了，是吧？家里有地位了，有车子，有洋房，有楼了，所以做见证就全做这些见证。嗯，我在下边，你说我那心能不能好？不能。我那心呢，搅着搅着难受，听不下去，我一劲上厕所。嗯。啊，我一上厕所，他就跟着。我心想把那东西给他录下来，到时候给他放一放，你看这伙人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一伙什么人呢？啊，基督教内部的一伙什么？一伙是垃圾桶，什么叫垃圾桶？垃圾桶，是不是？垃圾桶，台湾叫垃圾桶，是不是？都是垃圾桶，装什么东西？教会中间出来的渣子，是不是？是混乱主道的一群人，他压根就不讲救恩。而且他从口里所讲的东西全部跟救恩是反着来的，就这么一群人，专门追求肉体的富足，专门追求肉体的好处，专门追求地上怎么有名望，就这么一群人。所以他们所结交的那些人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，除了做买卖的就是做买卖的，都是干大买卖的，我们在他中间呢什么也不是，他要看你上面添的是什么。你要上面，比如说上面我开办一个跨国公司，是不是？跨国公司啊，他早打电话给你了，巴结这个跨国公司的那个总裁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他早打电话给你了。但我上边我填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填了是什么呢？一个电话都不理他。他认什么？认什么？认头。亲呀。认头他认的是什么？我认的是跨国公司，有名有势有利的，将来我要巴结一下，我们俩扯上关系，我的买卖就会红火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借助他的名红火起来，你传道人，你传得到，我根本不追究到，然后一个电话没打，恐怕那个张弟兄临走说，你别用你的真号码，就用菲菲的号码，我就填了菲菲的号码，但菲菲号码一个也没接到他们的电话。哦。他那150-160的人要打电话，一天你收上接多少个电话？一个也没给你打，因为你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传道人。所以我都写传道人。张弟兄竭力的把我讲的道给他们推荐，哎呀，快好好回去给上网上听。他们能听吗？不能。他追求的是什么？肉体的丰富，追求的地上的名望，追求人际关系，并不追求神。你说传道人谁理你啊？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，还谁需要道着呢？那道有啥用呢？我赚点钱还得点丰富呢，是不是？
我这嘴还香一香，肚子还大一大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肚大到什么程度？用两手在那行着，走到那这么走路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他们想的跟咱们想的根本不一样。是。咱们今天想什么？我去了，把这救恩真理传给他们，是不是？张弟兄也抱着这个目的，张弟兄去也不是为了就搞什么买卖，他去了他就主要是传这个道。但这些人，你看看他做的见证，从头作为做的见证，没有一句和救恩有关系的。最后唱赞美诗歌，就唱那个什么的，跟肉体有好处的那些赞美诗歌，拉大长堆，他们叫什么长龙。你把他肩膀头，他把他肩膀头，这些人就拉长龙，我们没给他拉。那个传销的，传销的那个，是传销那个，就等传销那个。所以我看见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到很悲哀。就这群人都悲哀，他们的年龄都很大了，但他们的信仰却被魔鬼牢笼在这处，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哪个眼睛？心眼。那心眼就被世界神弄瞎了。所以不管他是台湾的，不管是香港的，不管是澳门的，不管是大陆内部的，不管什么，都有这些输血气的人，他们压根就不认识神，这一生也喊着主。最后耶稣说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还有个教会牧师管理教会，最后说，我现在盈利1亿，产业是1亿，拿这个来夸圣的，感谢神，神叫我盈利了。耶稣来赐生命是赐生活的，叫我得生命是得生活的，临时肉体的丰富是生命的丰富，在基督里生命丰富，在亚当里肉体丰富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是。在基督里追求天上，在亚当里追求地上。嗯。真正一个主所喜欢的仆人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一定不在这里，一定在这里。嗯。是不是？越在基督里越谦卑，越在亚当自表谦卑，其实他谦不谦卑？不谦卑。他并不谦卑，很多人都在这个中间了。好，咱们再回到马太福音。24章，马太福音24章，小子们，马太福音第24章。找到吗？找到了。主人来到，第24章第46节，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哪样行呢？按时分粮。一个恶仆里边根本就没存粮啊！一会儿咱们讲下面那个仆，是不是？还有几个仆人，这个主人走的时候给他多少两，一个给1000两，一个给2000两，还有一个5000两，这些都是啊。嗯，这个恶仆他里面赚回来的高什么分给别人呢、啊、这1000两银子他买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拿什么来分给人呢、啊、这1000两银子是主人给他的什么？这银子是什么？本钱，是不是啊？嗯嗯嗯，赚回来的才是利，是不是、啊、是。那叫什么？叫利润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么这两，这叫本钱，本钱再加上利，连本带利交给主人，是不是、啊、是。主人要的就是连本带利的，最后他把1000两银子给弄哪去了？买起来。买起来能不能发挥？什么叫买起来的？等一会儿咱们再查看什么叫买起来。咱们先看啊，这人有福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。主人要干什么呢？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是不是啊？他里面有粮，主就派他，又忠心又见识，里面又存了粮食，这样的仆人主派不派？派。主人要给他，是吧？
管理家的人，下面是要派他管理一切，是吧？把一切都派给他，是不是？是。你看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管理一切所有是什么意思啊？分布。不但管理家人，是不是？管理家里的人，还要管理一切。所有的就是一切，为什么要所有一切所有的呢？所有的是不是一切是不是所有的？肯定，肯定。加重了语气。嗯。一切本身就所有的，下面管理一切所有的，就是神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，大没大？大。大了，不是抢大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是。不是夺来的。主给他这样一个东西有见识的做义仆，是不是？是，对不对？嗯。有了话主，有了主的话又遵守的，为主所派，是不是？管理下面管理家里的人，又管理一切所有的，把所有都交给他，所有权柄都给他了。你看这个权柄大不大？大。一切所有的，基督徒将来是管理神的家呀。管理世界的要与基督一同干什么呢？做王。做王。说没说？说了。启示录里这样说的，罗马书，罗马书里也这样说的。嗯。还有那个提摩太后书里有没有这样说？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受苦难，同死，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什么？做王。就这么说的。我们必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王，是不是管理一切所有？做王了，管不管理所有的？愿做王吗？愿。今天在地上抢王啊，还是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在基督里，是在亚当里。在基督里。我是在基督里先得到丰盛了，是在亚当里自己抢王座、抢名、抢利呀、啊。在基督里得丰盛。在亚当里永远不能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在基督里，基督替我活。是不是？将来基督替你活，将来做不做王？做。你要自己活，永远不能做王的。对。谁也不可能把这件事交给你管理。好，再往下看啊。把这些隔上，把这些隔上。我再看一个谱，奴才啊，一个奴仆，就是十四节啊。我串到下面看第十四节，这又一个奴仆啊，这个奴才呢也是奴仆，是不是啊？仆人，小子们，十四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哪去啊？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国外去。那领5000的，随即拿去做什么？做买卖。另外赚了多少？5000。那领2000的，也照样赚了2000，但那领1000的，去干什么去了？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，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5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。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提没提到良善忠心呢？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什么？又提到管理的问题了，又提到管理的问题了。这5000两，这也是什么？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这5000两。
小弟给这五千两多不多？比两千两多多不多？多。又给两千两，比那一千两多不多？多。一共三个仆人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咱们看，这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什么叫忠心有见识？第七点，第七点，在本上加力，是不是？是。以本。赚利是不是？以本来赚利，有没有利益？有。以本赚利，主人给你本，给没给本钱？给了。他赚过利，这叫忠心的管家。什么样的人是以本赚利的人呢？什么叫忠心有见识？怎么能会以本赚？这忠心它体现在以本赚利呀，对不对？有机会。要有人是埋起来的，等到时候我会专一的讲，那埋起来是又代表什么？那赚的代表什么？啊，最后提到兑换银钱的，是不是？提没提到？兑换银钱的，这又代表什么呢？啊，兑换银钱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假如主给我的，我要交给主，就能赚回来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要在我自己里头，就等于把它埋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在我里面，它就没有办法发挥，是不是？嗯。我要在主里面，就能结果子，好不好？嗯啊。好，我住在主里面，发没发挥？发挥。耶稣讲话，若有人要结果子，就常在我里面就能结果子；要不在我里面，就永远不能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嗯，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就常在你们，这也就多结果子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，这就等于对交给对方银钱的了。我交给你，什么都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我的命交给主，你就能救活；我的命交给我，我的命就得死，就等于埋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今天我生死都交给主，最后就赚回来了。当我不交给主，我自己留着就等于埋起来。交给主就等于交给了兑换银钱的，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加上，这就连本带利，是不是？连本又赚回利了，以本来赚利，用本钱来赚回什么？利润，这是真的。那个无用的仆人是把他埋起来，在基督里和在肉体哪个是埋起来？在肉体里就等于把他埋起来，自己好好做，是不是？在肉体里靠律法就等于埋起来了，在基督里靠恩典就等于赚了。阿门。在这儿我就把它写出来啊，写出来你可以看，嗯，是不是？耶稣最后讲兑换银钱，兑换呢？什么叫兑换呢？等一会儿咱们再等查到那个地方咱们再看，兑换银钱呢，是吧？第一，靠恩典，是不是？是。住在基督耶稣里。住在哪里呢？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。丰富的恩典就引导我了，住在基督里就等于赚回来，连本带利都拿回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就等于赚回来。第二点，靠律法。靠律法，住在哪里？靠恩
点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就等于什么？赚了。靠律法住在我里面，或者住在亚当里面，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埋起来了，就等于埋起来了，把主所给他那个埋没埋起来？埋起来，埋起来。因为只要我住在亚当里，我不但没有生命，是不是啊？我的生命还不能长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住在我住在肉体里，靠律法，不靠恩典了，我住在我里面，这生命能不能长？不能长，是不是？这生命最后都给主了，自己有没有赚没赚着？没赚着。主给的生命，他把它找个地方埋起来了，他把它弄到肉体里。好，这道入了我的肉体，没入了我的心。等于撒在路旁的种子能不能结实？不能。飞鸟来把稻就拨走了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这稻撒在哪里？肥沃的土地，就是在我心里头，就会结实百倍的。这都是比喻，耶稣用百般的比喻来教训我们，使我们今天不要在我里头把上帝所给我的生命消耗在我的里头，没赚着，是不是啊？靠律法住在亚当里头，就等于把它埋起来；靠恩典住在基督耶稣里边，就等于赚回来了。你是要赚回来，那哪个是恶仆呢？这是恶仆，是不是？把上帝给他的恩典给埋起来，埋起来代表什么？埋葬了，是不是？埋葬了上帝给的恩典，埋葬了上帝给的生命，埋葬了上帝给的丰富，埋葬了上帝给的。是吧？恩赐都给埋葬起来，有没有发挥出来？没有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得到发挥。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呢？基督里面。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对，凡在我里面的都是等于把上帝所给的生命给的恩典都埋起来，等耶稣基督来的埋起来，直接把本拿出来，其实你的给我的银子，自己没自己赚不赚着？没有。主给他的本钱叫做赚，他没赚着，是不是？是。对。管不管了？管了，管了。这就是什么仆人呢？恶仆。又懒又恶的仆人。等最后咱们会讲又懒又恶的仆人啊。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很可恶的。教会中间又懒又恶的仆人多不多？多。凡在我里面见到，在肉体里面见到，都是又懒又恶的仆人。凡在基督耶稣里面见到都是什么？不是忠心有见识的。好，咱们看啊，以本来赚为例，5200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有赚回来多少钱？5000。这绝对不是凭着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绝对不是凭着自己能赚回来的。你要想叫这一个东西下载，是不是啊？说是下载。要想叫他下崽，崽是什么？崽呀，你们平时有没有说崽？啊，崽是什么？小孩。谁都知道是孩儿。动物的小动物刚下的小崽，那个小动物崽，你叫什么？狗下的你叫什么？公崽。猫下的你叫什么？猫老鼠下的你叫什么？老鼠崽子。听没听明白？这个崽是小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是海崽子。我东北就经常叫这些海崽子。牛犊子，牛下的叫牛犊子，是不是？牛犊三岁的牛犊，是不是？羊下的叫羊羔，驴下的叫驴驹子，马下的叫马驹子。憋下的叫憋崽子，是不是啊？崽子也是犊子的意思，犊子也是，是吧？也是驹子的意思，驹子也是什么？孩子的意思，孩子也是宝贝的意思，是不是啊？是个宝贝，就是好。要想叫这个一个东西繁殖，
就得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边，他就开始怎么样啊？繁殖啊，是不是？繁殖那那个给5000两繁殖成多少？5000，1万两了，是不是？繁殖成10000两，那给2000两繁殖成多少？4000。我问弟兄姊妹，给5000两的和给2000两得赏赐一样？不一样。啊，一样，不一样，我说一样，因为主人就给他的，按照才干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按照才干给他，这一说才干，就是按照他的信心大小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有的信心大就给多，有信心小给少，多给多的也要多多取，给少的也少取，是不是？是，但他们是一样的，这一群仆人。最后我还会讲到什么？故宫那仆人，是不是？往葡萄园里，故宫那也是做工的，是不是？也是仆人，就早上进去，要中午进去，还有晚上进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赚钱的仆人。那个是什么？故宫的仆人，对不对？做工的仆人。在这里头，你看有赚着，有赚不着的，是不是？用能赚着的。表明他今天那途径对不对呀？在基督里、耶稣里靠恩典赚着了，在律法里靠肉体赚不着。你听没听明白？明白。假如我今天神要给我多少，给我恩典了，我今天把这恩典接受起来，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最后就会什么？就会涨，是不是？这是说明涨了。假如我今天投股票，我就是假设一个投股票，我投上的是1000，最后我要投正了，这股票涨不涨？涨，就涨了，是不是？就涨了。假如我做买卖，我投上去的是多少钱呢？我投上是50000元，最后呢涨不涨？涨。要投正的涨不涨？做正的这个买卖做正的就能赚回来，甚至10万、50万、60万就能赚回来，是不是？嗯。这个人连投都没投，找哪地方挖个坑，掘个坑，给他什么埋起来了。埋是什么？放在肉体里都等于埋起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主人怎么给我钱，我千万不能赔了，我要赔了主人回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埋起来了。埋起来代表哪？在肉体里面都是埋起来的，把主给他的给埋起来了，表明进到肉体中间的，附近肉体中间的，靠肉体成全的，都等于把上帝所给他的恩典全部给埋葬起来。圣经明说的，恩上还得加什么？恩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恩上再加什么？恩，他给你恩典了。你用信心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接受了他的恩典，然后呢，在得荣耀、得冠冕、得奖赏的时候，还要靠着恩典，还凭信心得恩典，这叫恩上再加，赚没赚回来？赚回来，赚回来。我用信心，再继续用信心就赚回来。我的信心下面就用行为的埋着了，挨不挨揍？挨就挨不挨惩罚？爱惩罚，定爱惩罚，不在恩典上建立的，没明白恩典的人，他说前面靠这从恩典中坠落，为什么说把他放在外边爱什么切齿，就加的太小，就这种现象。耶稣举的例子也是这样，我给你的恩典，恩上你还得加恩呐，利上再加什么？利上再加利，荣上再加什么？荣。这经文呢，我在圣经里都给你找，利上加利，荣上加荣，是不是？对。是不是本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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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神给你本，给你个信，叫你下来还要以至于信心。神给你恩，再给你恩上再加什么？恩上再加恩，是不是？是。神给你的能力，再叫你力上再加力。神给你的荣，再叫你荣上再加荣。好不好？好，都是两个两个的，是不是？当你现在呢
我前面用信，后面用行为，前面用恩典，后面用律法，前面用人的神的力量，后面用人的力量，前面是神的荣耀，后面是人的荣耀，完了埋起来，从恩典中坠落，与基督什么各自有责任。你以为没有这样教会吗？有。你以为没有这样基督徒吗？有。这叫糊涂徒，他是没明白的，所以给埋葬了。上帝给他的这埋葬，这恩典呢，如果你把它放在基督耶稣里，马上他就繁殖了，恩上就加。所以他都是一半一半的增值，恩上再加恩，力上再加力，荣上再加荣，信上再加信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信心需要培养，在体制性。信心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如果我前面凭着信心，后面也凭着信心，上帝就加添你的信心。如果前面靠你，后面也要靠你，上帝就加添的恩典，就是恩上加恩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如果我前面靠主的力量，后面靠人的力量，就埋了，恩埋了，力埋了，没有力量，是不是啊？最后把你夺过来，给那有多少呢？一万两的，是不是？他有一万两，有的还是要给他，没有的自以为有的，这些是没有的人，靠行为的都是没有的人，是不是？靠律法的人根本就压根就没有的人，他里面根本就行不出来义，没有义，靠律法，这是不是没有的，还自以为有的？啊，是不是？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讲那群人靠肉体，肉体的没有良善，他要行善，是不是？肉体的没有义，他还要行义；肉体的没有爱，他天天强调爱。神最后就会告诉他夺过来的，他自以为有，他根本就没有，他自以为有。真正的我前面靠你，后面我还没有，我他绝对靠主。前面靠主，后面靠主，一直靠主，一直靠耶稣基督来拯救我，使我身体得赎了。这个人的信是真的，阿们。这个人信的是实实在在的，阿们。这是忠心既忠心又见死不认正信的，阿们。所以以本转利，往上加，是不是？加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又懒又恶的仆人不是这么干的，又懒又恶的仆人怎么？他前面那个信他就有问题，后面再加上什么行为？前面的恩典就有问题，后面加上律法，前面的力就都从肉体出来，后面还加自己的实质努力，愚公移山，靠自己的肉体膀臂努力。前面的荣都是自取荣耀的，后面的荣耀肯定他还是靠人荣耀神。我们弟兄姊妹要荣耀神嘛，他就误解这句话，误解哪句话？凡事荣耀神。有没有这句话？这句话是个反话，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个正话，在我们人间是个反话，是不是？凡事荣耀神，你试试看看能不能凡事荣耀神。这凡事荣耀神的，凡事靠耶稣才能凡事荣耀神，是不是？凡事叫基督耶稣活着，叫耶稣在我里面做主，才能凡事荣耀神，是不是？用凡事荣耀神这句话一衡量许多弟兄姊妹，哎呦，我这件事没有荣耀的，我那件事荣耀，就在我里头想凡事荣耀神，能不能？不能。他永远他不可能的。说凡事荣耀神，这标准高啊！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这都是凡事，一大堆的凡事都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建造出来，是不是？是。凡事荣耀神，这是一点硬。这就意思说什么？只要在基督耶稣里，他是凡事荣耀神；只要在肉体里，他是凡事都不荣耀神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只要在肉体里边，他凡事不荣耀神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要求凡事荣耀神，这个标准高不高？高。人能达到这个标准吗？不能。这一定不是在我里面住才能达到的果效。凡事荣耀神，你这句话奥不奥秘啊？是相当奥秘的。是不是？就像什么人要管理不好自己的家，偏得管理神的教会，就这句话，这是奥秘的话，不是轻易的我就拿出来了就解释了，是不是？一解释，如果你把它当正话解释，你就会上当的。这个按照神的就凡事荣耀神，就这意思。你要想凡事荣耀神，就得凡事他自己做，是不是？终究有见识的仆人，他跟着主在后面，主他踩着主的脚印，
他根本不是自己在那做。忠信有见识仆人听主的话，主怎么指示着他是怎么走啊？是不是啊？凡事中要神这句话是相当相当奥秘。假如我在我里面坐着，我住在我里面，我想凡事荣耀神，因为我没在信上建立，就凡事不能荣耀神。老亚当的生命没有良善，就凡事不能行善。老亚当的生命没有爱，就不能凡事都爱，是不是啊？老亚当那个生命没有良善，所以不能凡事包容，是不是啊？老亚当那个里边，他本身就没有义，所以他不能凡事相信，也不能凡事盼望。那个要求的特别高，那是基督最高的标准了，那是爱的标准，爱的最高的标准就是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事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忍耐，凡事盼望，是不是啊？确实凡事一大堆的凡事，你想用肉体达到，你就等于把主的东西给什么埋起来。你试试看，你要是在基督耶稣里凭信心靠恩典，他就会繁殖的。神的话不会矛盾的，对，神的话会矛盾吗？不，神是借着这话把你带到哪里去？信，本信以至于信，恩上再加恩，利上再加利，荣上再加荣，是把你带到这里来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就叫你凭着信，凭着恩，凭着利，凭着神的荣耀。谁在里面荣耀神？基督荣耀神。我活出基督行不行？行。基督活出基督行不行？啊，活着不再是我，基督在我里面，我基督活出基督好，还是我活出基督好？基督在我荣耀神好，还是主荣耀神好？主叫主在凡事上得荣耀，是不是啊？是他们主在里边，我才凡事得荣耀。他们，你看你自己活，你凡事都不得荣耀，最后凡事都完了。听没听明白？好，小妹注意。